好，接下来这个啊，就是非常恐怖的。我觉得根本就是集中营的主管。集中营哇，请看，男友必须随抠随到，为什么？不行啊，我们是 Uber 吗？谁？我们没有事做啊。啊，豆豆。就是因为我的上班时间很不固定，然后我就会希望男朋友可以马上买东西来给我吃，因为我中间的休息时间很短。嗯，或者说比如说我要去哪里，我就希望他赶快来载我。如果他没有来载我，我就会觉得多久你会生气？他不爱我。就我当下打电话就要马上出门啊。那他如果他在拉肚子，对啊，等一下拉肚子就这还要考虑吗？可以等一下吧。对啊，如果我等他也有工作，那我有工作啊，那我们就饿肚子。那可是他拉肚子，他工作对啊。可是那我怎么办？他穿成人纸尿裤来接你。这样可以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还正在进行式。你叫你男友从台中上来为你送眼影盘，那是因为工作。你别吵，不是盘仔，台中哎，你盘啊，就是工作需要嘛，我就搭配好一整套色系，我就知道那个。橘色系，买不到了啊！你自己忘记是不是？就是 对啊，我落在他车上。台北没有卖那个橘色的眼影，对啊，买一下嘛，因为那是很贵，在国外买的那种。哦，台湾买不到，留着用啊。我臭屁了，我还买不到。结果男朋友真的有送来吗？没有，闪了，闪了嘛。而且他明天在高速公路上拿那个眼影，你看，大快人心，国外的。对啊，然后摔了再一次，又一次，因为很重要，要三次。你有被规定什么？哦，以前啊，规定不能跟我出去玩。不是以前，这倒没有，这倒没有。以前在结婚两三年的时候，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讲，我现在规定你每年买一个包给我。哇塞！哇！我那你就每年买一个沙包。没有说头两年，第三年实在不行了。第一个我又不知道，我又不会挑包。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包，那是对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包最主要是包太贵了，真的，一年买一个是怎样啊？是自己误会啦，人家包那种烂包，你管他？怎么说？人家只是想要吃爸爸，买一个艾迪达，艾迪达就过分了 ，Nike 一样嘛。我不错了，一年一个已经投降。那个，我懂你的意思。那个，你有被规定什么？我其实还好，应该都是你规定吧。都是我在规定别人比较多。错是哦，你从小到大没有被另外一个，就是另外一个女生这样规定你。基本上不可以单独载女生啊。单独载哦，你要讲现在事件这样。啊，不是，四十八分钟重现。哎，怎么那么刚好？不是，不是，其实不是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。哦啊，对，我知道，也不可以拿桌立。推啊！你都犯了，你怎么自己 Q 自己？我不能 Q 哎，真的哎，对啊。又被规定什么？他是没有明言规定，但是他都会在我跟朋友聚会或什么，他不知道男生女生比例，他就会打视讯来，然后视讯电话之后，他就开始规定我要这样子，超360度，360度，然后还要举着360度，他怕有些人这样蹲着这样。久了之后觉得蛮 loser， 后来就觉得算了。那你就散，因为朋友间就觉得说你这个人到底这样太麻烦，哪里有问题？为什么出来玩要 ？No， 你们朋友这个训，我们就觉得哇，真爱，真打，真的爱这个女的，这女的爱。每次看到康哥出去玩，都一直讲，哎，你们来了。这什么男朋友事情？竹蜻蜓变成一个哥，男朋友。想要去哪里玩？最近在练什么？没有在练旋转舞。没有啊，我们要不要喝酒啊？喝不行。